Oh, okay.健身，最近听说，现在刘教练真的厉害，非常厉害，很多人都在和他一起健身，所以我也想来试试，那开始吧。这个健身，让我累，但是我的身体现在燃烧了，所以，是长吧，你们知道了吗？这个，因为你们知道，这就是我的隔离酶讲了，医生到马上就可以，见到你们了。我好兴奋啊！期待我们接下来会在哪里见面呢？等着，以后见，拜拜。